轻松愉快，完全以交朋友的心情来参加远东区青少棒选拔赛的关岛队，今天下午4点半钟搭乘环球班机飞回关岛。棒球协会理事长谢国成和我国驻关岛总领事雷爱玲的先生都曾经到机场去送行。关岛队的指挥员在行前表示，他们这次来参加比赛，不但吸取了很多的棒球经验，并且对中华民国对他们的热诚接待表示感激。